哎，阿爸，我回去。回去啊。嗯。那么你上你离婚的，你说不要离婚的，啥子要？啥子要你？一个你上月子也没结婚，可能你说你那小么嘞，还没有小么嘞，看皮子的，小么嘞，自己弄不着个，自己都着急。现在跟他们家里就说，一个月没回去一趟，伢的，我出去的钱多的是，伢就我就这个的，但是嘛。 你这个你，我是去机场，就是太晚了，而且上头的车，这个你就。啊，那个没有。那你回去吃了都很累。那当然，我这走路慢，你老你吐嘛，给这个吐啊。对。